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熊娃咚咚的妈妈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是2020年的8月10号，又是多伦多发布高温警告的一天。我们还是迎着高温天气出发了，因为我们要去一块土地上看免费的向日葵，真的是免费的哦，大家跟随我的镜头去看看吧。我记忆中的向日葵田是这样的，田里面走才看到向日葵的真面目，但高温天气让他们都低下了头，不影响小帅哥拍片你去看向日葵的照片。接下来看看成像效果呗。谁知多少热死宝宝了。室外的温度都快38，因为真的太热了，所以我们待了10分钟不到就赶紧撤。这片向日葵土地就位于 City of Pickering 的马路边上，我也不知道它的主人是谁，所以距离多伦多不是很远，而且还是免费的，所以当向日葵盛开时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取景地。那我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，如果你喜欢的话请记得点赞加订阅哦。